下方直播 smzbu1.com 全球赛事免费站，邀请直播无广告。我是下方主播小天仙。2月18日三场热赛推荐：阿森纳对上对手阿森纳。阿森纳赛季表现攻守俱佳，强补英超冠军。本季面对实力有段差距的阿斯顿维拉，想必不会浪费再拿三分的机会，全力取胜。切尔西对上南安普敦。切尔西本季花了几个亿的补强，目前排名依旧不见起色。本场面对降级区球队南安普敦，是否能把握机会，值得关注。诺丁汉森林对上曼城，王者曼城陷入财务丑闻，近况欠佳，目前也被强手拉开差距。此战面对弱势诺丁汉森林，是个重整旗鼓的好机会。欢迎大家来小猫直播看我哦，网址是 smzbu1.com。